结合南投世界职业博览会、南投巧克力咖啡节嘛，将来展开。这个馆府邀请到亚洲环球小姐高万勇担任活动大使，推出多元系列活动，包括主题野餐日、体验课程等等。欢迎全国各地游客为十月七八到十六做会到中兴新村铁佗。现场经过着布置，感情变成为中兴新村的草地，充满着巧克力，也有咖啡的香气，把大家先来感受着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气氛。副馆长陈进兴，也有活动大使高曼荣等人，邀请大家做伙来铁佗。哦，这个杯子漂不漂亮？漂亮吧，哇哦！我会想要跟大家介绍，是今年很特别的是有野餐的活动，然后甚至是推出了很多系列商品，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主题的野餐活动，然后也有很多限定商品，这是我很期待的，因为这是我第二年参加巧咖节，也是第二年代言这个活动。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推出很多不一样的，那希望大家来南投玩哦。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在大地喝咖啡享受美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些种种都是国内所创哈。当然还是希望爱好咖啡巧克力的旅游大众哈，能来享受看看哈，独一无二的一个环境哈。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两年前头一遍举办，取得热烈回响。这边馆府再一次邀集到四十多间业者参与，品质受到消费者的肯定，这些拢是这种的品牌各有特色。我们有自己栽种的香草，那如果把它加在巧克力里面的话呢，它的香味会更提升、更浓厚。所以我们想说，借由香草、跟巧克力还有茶这三种食材，我们把它结合在我们的巧克力里面。原本台湾常年种植茶，导致土壤酸化，所以我们要把它整个酸化的土壤变成适合种植咖啡的一些地貌改变之后，我们有开发了一款咖啡的一个肥料，那我们改变了台湾的一些土地，然后让它更适合咖啡的生产。活动为十月一号世界咖啡日又开始暖身，结合南投世界职业博览会同齐来举办，设置了六大主题区以外，周边还有多元活动甲体验课程，并且推出着限定的商品，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记者林雨欣采报道。